塞，我只有我一个人开场，但是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多的掌声，真的是厉害了哈。不过呢，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是新北市新庄棒球场前面。为什么又到了棒球场？会不会今天又是孙协志当主谋吧？该不会孙协志当主谋吧？对啊。啊？我们好能够融入话题哦，能够融入。Hunger。哇！怎么了，棒球场？该不会有孙协志要当主谋吧？Hunger。怎么会到新庄棒球场？该不会是我要当主谋吧？我跟你讲，今天确实跟我棒球有点关系。这个地方呢，也是富邦悍将的主场。哦，所以我今天带来两位朋友了。这位是富邦 Angels 的队长安妮。哎呀 ，Hunger。接下来这一位，各位，中华队未来的明日之星戴培峰。Hunger。这位呢是2018年的富邦悍将第一指名选进来的状元哦，是状元哦。然后呢，我要跟你讲，他才19岁，19岁状元进来上一军，而且成绩非常好。台湾之光哦。今天两位新朋友来，也请大家多照顾一下。哎呀，好了。对啊哈，哎，那势必应该就会到球场里面喽。前进不是孙协志当主。不是，不是我当主，你没有优惠，我没有优惠，我没有优惠。各位，新庄棒球场，而且有没有看到整个连包括侧边大荧幕 LED 全部都是《饥饿游戏》，好大一个《饥饿游戏》哦，包场了，包场了。哎，观众好。欢迎各位，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欢迎大家来到新庄棒球场，我是富邦悍将的应援团副团长 Travis。哦 ，Travis， 应援团的副团长，没错没错。那富邦集团自从认养我们新庄棒球场之后呢，我们的悍将王国正式的诞生，真的。所以我们新庄棒球场就是我们的悍将城堡，那球员们就是我们的战士，是在场上拼战。那再来看到我们眼前，很饿，没错。那第一个要来推荐给各位就是我们的 Pizza Rock。这个是他们的马德里披萨，马德里重口味，喜欢重口味的都很爱哦。哎呦，人家在讲话那边 yes。好，来再来，再看第二个，这个是大家常见的夏威夷，夏威夷，有我们的凤梨跟火腿。对，那再来最后看到一个是他们的 pepperoni。专业哦，专业专业，我不知道那个国语怎么说。经典披萨，它这是真的是薄饼，对，做的很薄，意式的。而且球场的美食基本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很方便又要好吃，因为你在看球赛不可能在那边又要这样又要那样搞得很复杂，所以一切都是要以开心看球边吃喝个啤酒这样。没错，好，谢谢关主啦。这边闯关，那关卡就交给我们喽。没问题，好，谢谢你，辛苦了，谢谢。好，那我们在这个球场上要玩什么才可以吃到这好吃的披萨呢？大家请念。各队进行神秘打者帮帮忙棒球赛，得分较高之队伍获胜。来神秘了，该不会又是另外的球员吧？等下两队是猜拳决定先攻后攻，两队轮流打两局，只要有一队分数达到8分就结束比赛。打击出去的时候，球滚出内野就算二垒安打。哦，那这样子，那个球直接飞出去外野，外野的话就是全垒打。全垒打。哦，意思就是可以打进去的。很难啊，打到外野很难。比赛用突破僵局制，开赛时二战的一夜的有人进。OK OK。刚刚是神秘打者帮帮忙，所以两队各有一次使用神秘打者代打卡可以用。代打卡，神秘打者就是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队之前，我们先进行猜猜神秘打者是谁。第一个提示就猜中，待会冲击时间就可以多吃15%。第二个提示猜中，多吃10%。第三个提示猜中，可以多吃5%。那我第一个提示我就要猜中啊，对不对？但也不一定猜得中。他第一个提示。潘越云会打棒球，潘越云他会打棒球吗？台语没有关的，台语没有，那是国语啊，所以他应该是人名。天空，天蓝，有没有要做他的？是蓝对不对？不知道，
有一次作答机会要作答吗？你觉得我怎么办吗？我想15%的应该是没有人啊，这样就没了。太难了，太扯了。来，那你们好，10%的提示。开过广告？不行啊，你们的摆明就是。我们有开过广告，我可能是汪建明吧。汪建明啊？汪建明。会不会来真的就不会太难了、啊？拍过广告的出现在现场很笼统啊，这谁会？一定是运动选手吗？他是名人，他是名人，名人，那就要放弃喽，放弃。你们连诚意都没有，就你们烂题目。哎，那是我第三个，让我来吃啊！各自写答案，所以现在一人一本了，是不是？那前两波一人一本，因为你最后一个人，一人一本，你不赌头绪，一人一本。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头绪没答案，你就把你想要对主谋讲的话写在上面。小气鬼。想骂他什么的话就进去。请问一下，5%的这个提示是什么呢？52，谁知道是什么？我知道了，52也太明显了吧？52号，但是跟潘越云有什么关系啊？给他问他吧。我不知道写没有52，我写好了，终于。哎，你写这么快？我写好了，知道的。这是维拉拉，不会吧？他是我们的助手啊！蔡培峰，你唔知啊？你唔知，你就没有上场机会了。我跟你讲，好，我再跟你们讲啦。你直接讲答案，我没办法跟你们讲名字啦。但是他是前台湾第一个站上大联盟打击区的人，而且让他的那个棒球队叫什么？哎，他在棒在台湾棒球界是被尊称为神的人。神，真的是神。知道。好了，就这样了，就我不能再提第一个大联盟人。一起笑，好来，1、2、3。不知道。戴立刚，绿茶写的是戴立刚，钟泰还写，钟泰还写错，巨人的那个杨戴刚啊，就是什么效果啊？戴立刚是真的节目那个，不是巨人，这个就是不正确的答案，还多伦多。好，那个戴培峰，你的神拜52号哈，哎呦，潘慧茹。其实认识的只有这个人，我脑中想到陈金峰，不知道空白，陈金峰，知道啊，我的答案是陈金峰。哦，你一讲说这是什么大联盟第一，我就知道厉害喽，就是他，陈金峰，我的注意了，全都打，陈金龙是拉二胡的吧？这有什么金龙的吗？我还有金龙，胡金龙。这是拉二胡的金龙，这是打棒球的金龙，这是水里游的金龙，好多金龙，请别再搞错了。我天，金龙！你们是他的答案更准，你知道吗？因为我只记得不记得什么金龙啊，温金龙太瞎了。陈金峰，台湾巨炮陈金峰，我爱你，我要跟他拍。中华第四棒52。左，这个一定知道，这个一定知道。哎，等一下，各位，《饥饿游戏》唯一的一个节目，请到陈金峰来现场。真的假的？他不是很忙，还是只是带影片？我们欢迎陈金峰。Hunger。中间请。各位有没有看到？180公分，你看没有？神降临饥饿游戏。哇塞！峰哥，峰哥来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来，欢迎。那个峰哥过去大家都知道了，中华队的扛把子。对。他最主要是精神领袖，因为他带给大家很多的能量，还有安定感。他现在同时也是富邦悍将的副领队。对。可是我很好奇的是，请问一下，您跟潘越云有关系吗？我是跟他没关系啊，只是说可能有平埔族传统的血统。哦，这也难，这太难了。我们也是，我也是平埔族，那不是乱哈拉的，我真的是。不要想说我这个时候讲。这时候就攀关系，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讲这件事，真的是平埔族。你这时候攀关系，真的是平埔族，我没有乱哈拉。好，那现在我们可以选他帮我们打哦。一人一次嘛，哎，两个时机可以用，一次，哇，两队各有一次嘛，两队各有一次，两队各有一次，两队各有一次。所以今天整个过程当中，他也都不能吃东西，对不对？他可以吃东西吗？他马上笑出来。用这个代打卡，峰哥代打卡，所以我们要怎么分队？峰哥球号是52号，所以5的一队，2的一队同时。哦。男生先。
男生先比哦。哎，绿茶，你可不可以不要比？哦，绿茶。数到三就比五或二哈。预备，一二三。啊！大败啊！抢抢抢！好，我被输完了。哎呦！我们有状元，我们有状元，我们一局可以打到二十分，我们完蛋了。不要跟绿茶啦。来来，女生，女生换女生。女生换女生，两个，预备，一二三，出来了 ，yes， 好，现在是这样，你们这边说五吧，你们两个一对，你们两个一对了嘛，那现在你们可以各派一个出来，猜拳赢的可以选择你要跟那边，还是跟吗？剪刀石头布，啊，石头，石头，我输了，好，石头也会打，没事没事，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到峰哥啦，二代打卡，我们也有。两队都已经换好衣服了，然后呢，我们两队都需要一个捕手帮忙，所以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富邦悍将的训练员小包。阿邦，在待会我们的赛事就由他来帮我们蹲完全场。哦，感谢你，感谢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哦，经过刚刚私下猜拳，由我们先攻。对啊，那准备就位，来 ，Yes， 比赛正式开始了，加油，全力打。我们的第一棒孙协志是左打。哦，会不会这潘慧茹的战术？对。哦，会不会这潘慧茹的战术？对。畜生球。你为什么要丢畜生？哎，畜生球怎么算啊？算你倒霉，我们又不是畜生。哎，什么叫算我倒霉？哪有这种事？哎，孙姐自己行不行？还是我们第一棒就请峰哥上场？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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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在抓那个软球的感觉。击出了安打，所以现在是满垒的状况。哎，孙贤志，满垒的状况用了啦，抓正劲的，好了，用了，用了。可恶！对呀，这个时候当然要找峰哥来打一个满贯全垒打。峰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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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我们跑太远了。喂，你打全垒打，他们都不用打。加油！来了，峰哥来了。满垒的状况，现在面对潘慧茹，面对的打者是陈金峰。好手好紧张啊！我的妈呀！哦，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回来了！阿东回来了！阿东！加油，潘慧茹！接下来面对的打者是绿茶。哦，不是，我来跳往前。哦，不是，我来跳往前，往前，给扑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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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守住，守住，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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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再打卡了。接下来轮到的打者是卓君哲，左卓，投出，打接出去，中间方向的一个高飞球，中间方向的一个高飞球，中间方向的一个高飞球，三人出局了，三人出局，零分，可惜，打最远的就是他。好，接下来轮到我们蓝队进攻，我们第一棒派出的是富邦悍将今年的状元戴佩峰。出生自赌不畏虎，十九岁的强打少年，一定会让我们先得分的。好，所以投球的是谢志，加油！哇，有机会！哇，有机会！加油！太阳！哎，好，快跑，快跑！哎，好，快跑，快跑，跑跑跑跑！红哥，快跑，快跑啊！对呀，对呀。可惜，好，现在呢，第二棒我们派出的是潘慧茹，来，用棒子去碰球。不要腿，哎 ，OK，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你好球，好球再打，好球再打，不要急，
要球到这个位置。好，你就想要球在这个地方一个框框，在这个位置你再打。王汝峰哥在笑你，去找他。解说的很好。峰哥，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代打的机会啊！来喽！好不好？好不好？哎呀！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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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接杀！王汝峰，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啦？这球接就好了。这位小姐啊，那个球啊，我不是跟你讲，你这么高，你在打什么啦？我觉得我可以啊。这么高哎！好来，现在一人出局，满垒。万元草地就是二垒安打，水人不对得到两分了。哎，就这打出去，哎，这有框框啊！红哥，红哥，红哥要再打了啦！不是先打，不是你啦！你这是你们酒醉了啦！哎，你昨天晚上是跟绿茶一起出去玩。OK， 红哥要再打了啦！因为什么？因为女生，我们用让峰哥来帮女生打，他只要跑就好，这样你还有下一棒机会，不然他被封掉就没了。好，我们现在要体验代打场，所以呢，峰哥负责打棒球比赛，还有 Oscar。好，目前2-0，二三垒有人约出去，峰哥代打 ，Play Boy。好，这一下出去应该是全垒打。杰夫兄弟为了吃，逼戴培峰走上棒球绝路。你只要赢他了。之后在富邦悍将，你已经超越他，他以后就要叫你学长。没错，你直接跟他讲说，爹老外多。爹老外多。好像啊！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再想你未来什么职棒，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弄好。哎，职棒有很多人在打，如果你是这个的国手，只有你一个而已。就像徐梦龙说的，选对运动很重要。对。2-0，二三垒有人约出去，峰哥代打 ，Play Boy， 我们这一下出去应该是全垒打。快点快点，啪啪啪！好，很好，内野安打再得一分，3-0。哎，该我了对不对？先换，先换红哥了。人不对，一三垒有人。一人出局，打居然是中年大叔，我要往那边打。现在又轮回到第一棒戴培峰的打击，目前是4-0。我们遥遥领先。OK，Go！ 戴培峰强打少年。哦，好，接外接外。接不到，接不到。接不到，踩出去。对吧？潘慧茹。完了，又是潘慧茹。又是我。我们没有代打了。正是。绿茶被你 A 到哎。真的了，又要接了。好，现在打者回到潘慧茹。好，跑跑跑跑跑！三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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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绕接，他会绕跑跑跑，他会跑啊！三个了，三个了。我们第二垒比赛，耶！现在他们已经得四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过四分才可以继续比。如果你们超过四分，我们才要打。就是也没有。那我们代打卡新的一局还有可以用吗？还有啊！好险好险好险！好险！新的一局还可以有峰哥啊，那还是有机会，那还是有机会啊，那有机会哦。好，来就位。好，二局上半了哈，接下来是轮到我们攻击，但是呢，不过僵局是一二垒有人，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放置。我们就先使出峰哥代打卡啊！这么早就用掉，一开始就用，抢分数啊！我们先抢分数啊！现在我们看到投手球赛的投手王仁甫先生脚已经在抖了，虽然他的脸上假装的非常的镇定，但是面对台湾巨炮陈金峰，他
他可以投出什么样的球呢？我们先来看他第一球投出。但是你们不用担心，现在的比数是4-3，4-3，我们垒上没有人。可是我刚刚已经被击出一次全垒打了，教练，我可以换人投球吗？可以。我没有信心了。来，但是我人生第一球是被陈金峰击出了，我也觉得很光荣。好，各位，我们还赢一分，无论如何抓进的就好。好，来。你看这个球，我有威胁性。刚刚推出来多少？148公里。哇，很会讲，很会讲。普通168的，你看。投出这个球。哦，要接吧，接吧。啊，接内，接内。哦，要接吧，接吧。啊，接内，接内。接内，接内，接内。送线的，送线的。好，接下来是无人出局，一垒有人的状况。只要一垒上的孙贤志跑回本垒，就有机会可以追平分数。哇，那球很漂亮，沿着线滚哎。好的，由于刚才徐孟哲击出了一个滚线边的安打，现在是无人出局，2-3垒有人的一个状况。目前绿队只落后一分，4-3，2-3垒有人，无人出局，大金出局，无人出局，大金出局。看起来很没有战力的绿茶击出了一支2垒安打。比赛是千变万化的，现在是超前分数的绿队5-4，二垒还有左左打出去的，在本垒板前那个是界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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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茶也上三垒了，绿茶上三垒，是，没有人出局，13垒有人。就有继续得分的机会。轮到打击的是富邦 Angels 的安妮。我打击出去收掉，好强的，有没有快点换二垒？我上二垒就好。有没有快点换二垒？我上二垒就好，上二垒就好。没错，原本中间方向的安打，三垒的跑者回来得分，打者上一垒，原本一垒的跑者上了二垒，现在依旧是无人出局一二垒的状况。我们逆转气势来了，逆转的气势大局。好，现在的分数是6-4的状况，又轮回到我这边来了。潘慧如面对孙贤志非常的有压力，这一球投中，杀球出去，破天大叫！这一球投中，杀球出去，破天大叫！这一球投中，杀球出去，破天大叫！第一球，直接打到哎，红的红的，这里这块这块红的。抗议！攻击投手抗议！依旧是满垒。无人出局的状况，气势正强，气势现在正好，离出局，离出局。接下来又轮到打者是徐孟哲了，满垒的状况，潘慧如面对的是徐孟哲，这球打出中间方向，这一个弹跳球，怎么又是我？我打一个这么鸟的球还可以得2分啊，这个球真的很难接。哎，来补，真的，我接一个4分，我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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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接，我接。
绿队选过盖之前哦，因为蓝队在我们这个游戏之前有猜那个啊，对，是，有五趴的，五趴额外可以吃到五趴的，我们也有。答案有创意的可以吗？戴立刚有，戴立刚跟温金龙扣五趴，温金龙，哎，他们要扣五趴吧？好，好，所以呢，你们待会都也有五趴可以吃。OK。然后因为峰哥刚才代打也很辛苦，你也可以选锅，你选定战锅前，它有趴数大小之分，然后你们参考它嘛，对不对？中间，好，那你站中间。他觉得中间会是最多的。接下来绿队全部都是100，对，我要跟峰哥。好，跟峰哥，我在旁边有一点绿茶。哇，好，那中间这锅已经满了。现在呢，都选完了，绿茶选最旁边那锅。没错，中间这锅有三个人，这边有两个人，从哪一锅先开？一个人的先开，绿茶。不好意思啊，数到三，25%。一、二、三，就在这里。哦，赞呐！哇，那峰哥，峰哥不错哦，峰哥不错哦。来，来，这两锅一起开，数到三一起开，一二三，哇！厉害，好厉害！这个关最多的，对，25最多的，强哎！我们都可以多五趴。刚刚排队，志田，你没有哎，你没有，你没有，我没有。哦，够够，我是我是防的，哦，哎，这个如果是热的多好，哎，在一边看球赛一边吃，好开心哦，对，对不对？哦，在那边，然后看球赛，太阳晒的，哦，好棒，对啊，看球赛最舒服就是美食加啤酒，因为拿着一个大大的啤酒这样拿着，然后看球赛，加油！而且全家人一起，好热血，好热血，组活动哦。哎呦，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球场里面啊，球员吃饭的地方。哦，一份热狗，为什么没关主？没有关主的话，那就是意志时境大惊喜。答对了，派代表与待会会出现的三位球星1对1 PK。啊，获胜一次就5%，获胜两次就可以吃10%。三战全胜有20%，今天都跟球员 PK， 要跟球员 PK， 先看是哪三位球星。哦哦，先看一下对手是谁。花花花花，金龙，蒋志贤，掌声鼓励。温金龙，这就是你刚刚说的温金龙了。今天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的，真的都曾经为台湾的棒坛贡献许多，而且都帮我们争下很多光荣的。那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干嘛吗？吃东西啊。没有啊，哪有这种事情？风格棒棒棒，记忆赛，四位队员同时做出指定姿势，换取记忆时间。哇，那个要讲半蹲啊，超疯的，一只脚独立那个最累的那个。马上在。放心点，外面的人心急如焚。好，九十度等下出来呀！你怎么能冲冰啊？大腿炸裂！大腿炸裂！那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干嘛吗？我们没有啊。哪有这种事情？这句话好讽刺，对，他们就很容易吃东西啊，我们都不能吃哎。好，但是这个东西出现在这边了，我们要干嘛？跟球星 PK 哦，轮流在2分钟内将内脏器官放入正确位置，谁放得多谁就获胜。但是提醒一下，内脏器官放太大力的话，身体会震动，全部会抖出来。好，所以三位球员、三位球星，你们要派出谁来挑战这一关？他好吵哦，他。对啊。花花，刚是谁有玩过？真田，你有玩过？要派高手哦。不行，真的你来了。不行了，你他家里有了。漂亮，你确定吗？他看起来就不在。
可以的，不是，因为你至少玩过，我们都还不了解。你家里有你有玩过，你就会至少你比较比我们都有胜算。猜拳，猜拳，花花跟真田猜拳。剪刀石头布，好。好，你跟三镇的。他们先。好，来花花就位，哨音完就开始，预备。不能用手吗？可以啊，不能你这样吗？他好吵啊！他还会笑。快点，时间已经睡没多久了。加油！是谁很好呢？一样。好稳。他手蛮稳的。他刚刚先把心脏放上去了。对，心脏在肺里面呢。聪明。森田，我跟你讲，待会你也不见得要先里面放，因为如果他没有题目完成的话，你就把外围的先放外围就好了。对，因为三十秒错是比多的。这是哪里？横膈膜啊！糟糕，花花不知道这到底是横膈膜还是什么。哎呦，他有点晃哦。插不进。好，那其他的你那么执着于那颗干什么？好吧，并不这样想。森田，我们会赢哦。我们会赢。花了。我们会赢。太大力会掉哦，太大力会抖哦。哎呦！还有膀胱呢？啊，时间到，化妆。OK。所以在时间内，他只放了三个，一个心脏，两个肺。我们现在就派真田喽，真田四个就赢了。好，林少音，预备！你手也太抖了吧！哦，欸，如果这样还输，他等于先放外面就不放里面，因为里面可能会太大力触发他就会晃。你手真的蛮抖。好，不要害他。两个的。对，欸，我们放了一，我们错放了一个盲点。好，剩。他家里有这个东西，但不见得他手不会抖。再一个就赢。三样，第四样了。快点！这什么死人骨头啊？他是全部都整组都掉哎！吓到是整组都掉了哎！他吓到连脸都掉了呢！这小孩子玩的有点笨吧？你的手更抖了，他刚刚真的被他吓到了。这真的小孩会有阴影的，因为刚刚骨头是凸出来的。两个了，对，有记。其他器官，哇，他抖成这样，你看，他真的被他吓到了。四个，赢了，不要再动了，赢了，这样就赢了。时间内，好，恭喜正田获胜。我们挑战花花成功，所以我们先领先了一样，已经确定大家都有5%。好，第二道游戏，眼前有看到一个本垒板，左右两边有两块圆垫。轮流吹卫生纸，你插在地上吹，各吹一下，轮流率先卫生纸碰到本垒板，哇塞！这超难的，难哦！往前吹很容易，但是要刚好落在这个分类本。那可以蹲着吹吗？所以这一个是两边同时进行，你们谁要出来互看一下？不能再选张正伟。不能再选张正伟，你要出来。他们要派出胡金龙。哎呦，胡金龙。那胡金龙就对温金龙啦。温金龙，对不起。他今天胡金龙对温金龙，他今天说，有一个打棒球叫温金龙。我记得金龙，我后来很少看棒球。抱歉。会不会有人常叫错？对。不好意思。你变老一辈的。对，因为年轻人真的不知道温金龙是谁。老一辈。好哦，温金龙 VS 胡金龙，两个人请就位。好，我稍微先吹第一次。好近哦，这么烂。好，来，换你。金龙，胡金龙。
有没有？哦，哎呦，比较远哦，他比较远哦。你的问题出来，我刚发现了，你其实很油腻，没错。对，可是你敷完了，马上又吸回来。所以你敷完了又憋住，憋住，闭住了。对对，不能马上吸，你一吸它拉回来。到了。哦哦，对哈。来，一绝，一绝。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来来来来来。哇！你看他都没有吸，哎哎哎，他都好远啊。人家真的比你强很多哎。好好，我记得刚吹出去，然后不要吸，不要吸，不要吸，对。直接把气锁住。哦，有有有，好，哎呀，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他有吹尾数。对对对。有了。哎，你吸气了，你吸气了。好，什么？很近哦，很近哦。对。我觉得我现在用嘴巴吹可能过。那你还用转过来用鼻孔吹？好。鼻孔那个力道应该差不多，而且角度也比较像。哦，可以可以。哎！根本没动。我有吹到。你直接冲没有动啊？可是我有吹到他。好，换换吴青龙，换吴青龙，你根本就在原地呀。对呀。哎，他也没好到哪里去哦。因为一小步而已。你在干嘛？哎呦，大好机会！不是，我真的怕吹过头啊！吹过头都比这好啊！吹过头再过去就好了。胡金龙，胡金龙，啊，你看，你看，好危险，好危险！哎呦，他追上了啦！他追上了啦！轻轻的，轻轻的。啊！差一点，趴着趴着，完了感觉。上垒了啊！我们要联署，我们要求温金龙要道歉，道歉。温金龙玩过头，不要做效果。鼻子，不是，因为我想说鼻子，我把它往下这样吹刚刚好，好可惜哦。哎呀，被玩掉了啦。好了，胡金龙还是厉害，胡金龙还是厉害啊。所以我们第二没有完成，完了没有？目前还是只有第三关，还有第三，还有蒋志贤，还有蒋志贤。好 ，OK， 好那第三关，来第三个小游戏，出现了，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过。轮流三次机会取最好成绩。哦，轮流取最好。球员只剩下蒋志贤，我们这样好不好？神败出现了，我们派头害出来。好，两位对决。來來，你只要赢他了，之后再富光悍将的地位就超越他。对，告诉你，好不好？直接跟他讲说，他以后就要叫你学长。没错，你直接跟他讲说，你也老外多。出完了，没有今天，降价，快，你也老外多。蒋志贤有什么话说？还是老。猜拳看谁先来。哎呦！学长说话，学长说话，还是停一下。没有，没中。他很心急啊！很心急耶！好心急啊！我忘了，我出去上厕所，学长会担心。我好认真的。哦，多少？七七五，七七五，好好好，蒋志贤神败。说话说会把这机器弄坏。好，这样子算一次哦。学弟，刚刚那一次要不要算？还是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就扶着他。好，给上机会哦。好好好好。所以避免刚才的状况，我扶着他。对对对对。Oh!
没有啦，没有超过那次。不是手脚。对，不怕，你还有两次机会。我们要吃东西。对，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再想你未来什么职棒生涯了，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弄好。对，超过九百。哎，职棒有很多人在打，如果你是这边的国手，只有你一个。全台湾 only one。就像许梦哲说的，选对运动很重要。对。哦，有没有？被哥哥们陷害，无法再回头走棒球路的戴培峰，究竟这一坛能否真的超越蒋志贤，拿到弹指国手的身份，并且帮金明再下一城赢得十帕呢？职棒有很多人在打，如果你是这个的国手，只有你一个而已。全台湾 only one， 就像许梦哲说的，选对运动很重要。对。有没有？第二次没有，还有一次机会。哇，挫赛啊！89哦。最后一下，慎重，慎重。哦，这个哦，这个没有啊，其实我也没有啦。输了，太难过了啦。899哎。哎，恭喜！等一下，恭喜蒋志贤，你成为这个的国手。谢谢。麻烦办协会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办这个协会，我免费帮你站台。开幕的时候，不是啊，你们笑得这么开心，你知道我们只能吃5趴呀？啊，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开心？吃五趴。好了，我们因为都没挑战，只有第一关是赢的，所以只能吃5趴。对，那有守住的球星。哇！还有这样的哦，大笨在他们嘴里面也算小笨的啊。胡金龙跟花花没有，志贤花花没有啊，花花没有，花花那个花花被内脏击败。好了，那就大家拿享用吧，享用。嗯，好吃，太表哥了。那我觉得很棒的是，平常我们外面吃到热狗，就是只有沾一些什么酱啊，酸黄瓜，它还有腊肉酱在里面。对，对，很好。刚才哎，我跟你们讲哦，我们真的是来真的哦。真的。刚才神拜就说来啊，这个给他，然后他说，然后我还回头说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们节目是真的不能吃。谢谢谢谢，辛苦了，这个很难得这一关，因为他们晚上还要比赛，真的。所以待会他们就要去暖身了。OK， 加油了。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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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Hello， 你好，第一次见识啊，真的是之前在某一家饭店我也当过关主。哦，是，不过今天不一样，今天来到悍将的商品旗舰，是，这样厉害啦！这也是我们悍将首间在现场可以坐在平日来贩售我们悍将所有官方的商品。哎呦，里面的风格就是以我们球员他们休息室的风格去打造，所以待会你们可以在闯关的过程当中去看一下这里。而且它里面的商品都有做联名款，是对。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我还有早上一早看的时候，我还有看到跟 Hello Kitty 的联名款，所以男生、女生的、大人的，连小 baby 的都有。商品很重要。还有那个小 baby 的围兜兜跟小 baby 的那个球衣都有，好可爱哦！一家大小都可以来喜欢富邦悍将。好，那前面的美食呢？前面美食也是我们球场主题的餐点，这是轰浪炸鸡。轰浪！他用一整天咖喱的香料去腌制，也是我们这边炸咖喱的主题餐点，必吃的，必吃的，必吃。那这是我们的七星盘炸鱼，七星盘，对，从七星盘直接冷冻送到球场，哇！然后在这边独家的美食送到，厉害，青酱跟红酱的香料去配，对，好。这个是我们的强棒，我们的香脆皮香肠，脆皮香肠，哦，是。那在上面有美乃滋啊、柴鱼片啊，以及我们的海苔酥。我刚走过来闻到这味道，我还跟人夫讲，我说看球赛就是抱着一桶炸鸡，打九局就是克九局这样，是有点太多了，超爽。好，那我们先关卡先锋队，排出了一个 G， 各拿一张先不开，先不看，自己先不看，来请拿，先不看哦，好。首先，就让我们一直都等很久的绿茶。一二三，噔，峰哥，哎呦，神经峰，好，再来。嘿，哦，啊，那我不要这个，难过了，对不对？难过了。
完队之后要来看一下玩什么，搞不好我们没有优势啊。我个人是觉得看到这个不会有什么优势。至于要玩什么，大家一起念。各队轮流进行风歌帮帮忙记忆赛，派出一位队员负责记忆取物，四位队员同时做出指定姿势换取记忆时间，最终拿到较多正确商品之队伍获胜。看一个人进去拿东西，记忆拿东西，其他四个人摆四种指定姿势。哦，四个只要最后一个失败了，就是停止计时。我们只手动作，那那叫等半蹲呐，超颠的，一只脚脱离那个最累的那个，哦，那个很累，那个吸力的很累。我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那个赶快去拿。哎，可是这样子关峰哥什么事、啊？峰哥帮帮忙是干嘛？峰哥也要参加。峰哥也要参赛。哦，峰哥又来了，峰哥，欢迎峰哥。哦，峰哥就是不一样。那峰哥怎么帮我们？抽到峰哥牌子的队，峰哥会陪你一起去记忆。哎呦！哇，一个人记，两个人记。你对你们球团的商品你是了解的？对啊，他负责领队，他是带球，他只管球员，球员啊，对啊，商品。他如果是风的话，那我们 Lisa Lisa 他 Lisa 也要帮，也想帮你记，所以要背着他去记。我们有风的，你们有风的，有风的。经过刚才私下的猜拳呢，是由绿队先攻。哦，那这边的话就是安妮可以带着峰哥，峰哥待会儿可以帮忙记品项。对，哎，好。四个动作失败，记最慢5分钟，比较有人性的。我也盯一天这样子了。对，我们上次真的是盯到极限。对。好，那但是有四个动作，首先这个拉拉队，请问你们分配是谁？哦，真田。真田。裁判的。好，绿茶。绿茶。下一个，连帽英雄。那个爸爸。爸爸，这个大概只有2秒。第四个，潘慧茹。潘慧茹。好哦，我觉得他们不会太久。好，来这边有两张卡，你们可以选，两边难度不一样。你要这一张，峰哥你要不要忘记哦？预备，计时，开始。好，坐。蹲低一点，不够低，你不够低，对，要这样子。90度，脚。90度，夸张。对，好，这样。哦，超多了这个品项。如果你们可以记忆快一点的话，会更好。哇塞，也太多，而且太多了。你们好，字都好多。哎，快不行啦，快一点啦。哎，不能来这！峰哥，牌子不能拿，牌子不能拿。峰哥刚刚偷偷的想把牌抢走。哦，有人不行了。有人不行了，我脚快断掉。那个绿茶，野猫英雄快不行了。下去。二十八号，我的28。记不住。好，没关系，我记。28号高国辉应援扇，然后还有两个黑色水壶，两个黑色雨伞，然后还有胡金龙的背号 T， 所以28号的应援扇在哪里？好袜子。袜子，金龙的球衣，对，球衣不在这里，球衣不在这，对，球衣在，球衣应该在那个最前面那边，没有，球衣，啊，球衣是，它是 T 恤没有球衣的，15号，这里啊，有，15号，给我看，给我看，还有蓝色的，蓝色的那个应援扇，28号，高国辉的应援扇。绿茶，你在干什么呀？绿茶怎么跟我一样？没有，你越跟我们讲90度是这样哎，这样叫90度哎，这样子你就开了，对，开的低。我说蹲两天也不会死。好酸啊！不能越来越高。你觉得他们拿了几样东西回来？一样都还没有。我首先这个超难的。左边，我记得在左边。里面，对，里面，然后里面应该就有两把雨伞了吧？答对，两把雨伞，然后应援扇这里，28号，然后那个队徽别针，队徽别针这个，然后啊，我们的毛巾，然后我刚只记得这些，我们可能再回去看一下，再回去看一下，我们回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至少拿到4样，4、5样。绿茶，你不行啊！
你那个手是什么、啊？而且你已经快要变，你就往内弯了，你要开的。哦，有回来一趟，第一趟。我不行了，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好，先放着，最后再对品相。红哥不行了，太难了啦。三角旗球框盒，我记得在这里。球框盒，三角旗，对，三个都拿。他说柜子旁的三角旗吧，那就是这个吧。对。好，不管，不是。然后漱口袋，那个后背的漱口袋。好。漱口袋。这个吧。是吗？是背包。我记得它是一个有拉绳的漱口袋。我们好像在逛商店，外面的人心急如焚。玉祥，看起来对不起啦。哦，失败。还剩两位。他们其实拿了不少东西回来哦，而且有点聪明，他们先挑没有问题的。哦，没有复杂，比较不复杂。不复杂的先挑掉。那我们这边是两个人已经失败了吗？对。你们两个脚快要抽筋。要不要帮你按摩一下？不要。还是我球棒下来帮你打一打，拿座位子也没有吗？会扣分。真的假的？对。那我先回去了，不要乱打。好，那我们再回去一趟。我觉得真田的那个脚力应该不错。那个是帆布袋。过五分钟了。哇，真的五分钟好强哦！哇，你们撑五分钟，真的很厉害。结果两个女生快撑五分钟哎。女生比男生强哎。红爸是没话可说，因为他有年纪了。我就看一下你们九十度到底怎么样。你们到底九十度？等一下是我。我看一下鞋子哥。我脚变成抽筋了啦！就是要倒数。30秒啊！还有30秒，放下来就算了，放下来就算失败哦。没有，我有力气哦。来，又是袜子。这么多袜子，快点，最后15秒，快点，快点再拿一个，快去再找一个，快去再找一个。回报他。女生两个是撑到了最后，给女生掌声鼓励。女生比男生有毅力。然后我觉得这边要问一下，就是说，峰哥刚才其实也是蛮忙的，前进进出出，前前后后。请问你真的有贡献到什么吗？有啊，国辉跟吴金龙。好，国辉跟吴金龙。我跟你走去那个峰哥说，哎，我已经忘记了。悠悠的。悠悠的说他忘记了。所以这些品相不见得拿的是对的哦。好，那我们这边就派跟 Lisa 感情最好的徐梦哲。我上次跟他一起玩游戏的时候，那次还蛮厉害的。好，那准备了，我开始了，让我来接哦。现在先让你看中，赵一翔姐，你们就要把姿势摆出来了。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其实只有我第一个人。加油！背后有个人。我觉得 Lisa 现在觉得她好舒服哦。好，计时5分钟，开始。蓝色雨衣两件，白色雨衣。看看他们动作，哦，鞋子哥还蛮标准的，哎，90度哎，做五分钟哦，那个90度啊，不然呢？等一下，哎呀，马上要忘记了，对啊，好难，白色运动啊，蓝色雨衣，啦啦队员应援赛，记这么久啊？哦，这个真的很累。哎，这个动作会冒汗呢。会冒汗，还有你手，精神怎么在发抖啊？我觉得我手好累哦。可以放弃了。我觉得我现在像一只公狗哦。蓝色雨衣，蓝色雨衣，蓝。
蓝色雨衣，蓝色雨衣，白色运动，蓝色雨衣，白色运动袜，蓝色雨衣，白色运动袜，白色运动，我没有看到雨衣啊，我唯一记得两个，哎，蓝色哦，蓝色雨衣，然后啊，有这个蓝色雨衣，然后白色运动袜，白色运动袜，白色运动袜在哪里？白色运动袜，运动袜，运动袜，白色运动袜，这个算白色吧？它这个只是条纹而已。我那边刚刚解释，一直走，一直走，到这完成了快两分钟哎。今天晚上不可以放下，阿花回来了。好，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不要放弃，那个太难，那个太难了。包屁一威士忌杯，包屁一威士忌杯一号 T 恤，加油，加油，加油！哎呀，不要吵了。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对吗？哎，不行不行。鞋子威士忌杯，你刚刚是这样，你是脚开开的。对呀，他这个。鞋刚没有歪，已经到临界点了，三块挂了，真的快挂了。下一张梦泽回来，大概鞋都红了，鞋都红了。婴儿包屁衣，包屁衣，包屁衣，这是包屁衣吗？这个是吗？这是包屁衣吗？对不对？应该是吧，不好说。对啊，这其他是球衣啊，包屁衣，然后蓝色 T 恤，蓝色啊，蓝色什么 T 恤？糟糕了，我只记得一个。加油加油！看一下看一下他的表情，可以的。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左左。哎呦回来又回来！停一下停一下，左左你要盯住哦，我们的有点难。一号蓝色可以高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只要这两个有撑住就好了。收收收收，看走了看走了。现在看到他疯两过，我那太酸了，那不可能的。对的。加油加油！大腿，我们刚才大腿炸裂，大腿炸裂。Lisa，你有没有帮忙记？你有没有帮忙记？哎，Lisa，哎，威士忌杯，威士忌杯，威士忌，威士忌杯，然后白全白蓝色 logo 的签名球，全白蓝色 logo 的签名球，全白蓝色 logo 签名球，然后还有一个圆垫上面什么绿色帽子，圆桌的绿色帽子。圆桌的绿，哎，圆桌的绿色帽子是这个嘛？但是它还有一个什么人形模特儿上面的帽子，是这个吗？但是它也是绿色啊。好，没关系，我们先不纠结，先确定一个。Lisa，你要帮忙进。还有人干？我们刚才撞上一堆东西，你们才是一样的。好，啦啦队 hold 住。王仁甫，我快不行了，王仁甫，不行就不要撑了，两位很重，真的。hold 住，三分钟，还有两分钟哦，再剩两分钟你们就有机会了哦。来，你为什么都不帮忙记？他好像拿不多哎。没关系，他一次记得两三个就好了，然后赶快再出来，不要记太多没关系。绿色飞机上的帽子，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撑住，撑住，左左。黑风，撑住，黑风。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造型瓶盖，梦泽不要记造型瓶盖，斜背包，造型瓶盖，斜背包。造型瓶盖，造型瓶盖，斜背包，造型瓶盖，斜，哎，斜背包，斜背包，俺提来啦，造型瓶盖，造型瓶盖，造型瓶盖，哎，他怎么转方向了？他怎么走了？可以了，大家最后再跳舞。等一下，我这跳才比较轻松。好，那你们跳就好了。跳五分钟已经够累，美梦，你还上去吗？可以啊，还要拼。连选手都快受不了了。对，好，两边呢都拿完东西了，然后目前，哎，为什么分成四栏啊？有对有错嘛，对不对？有错，应该拿好对，前面的是错。那你们错蛮多的、哦。那对的不用看，我们现在看错的。可是你们对的也不多哦。错的这个是蓝色雨衣。你怎么拿这个？等一下，蓝色雨衣没错啊。蓝色雨衣两件。哦。哪一件？那你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对的一样。两样，威士忌杯三样，四样，
五样、六样、七样，然后有七分。要拿人体模特戴的帽子，拿展示桌的，对。哦，你是拿展示桌的、哦。可是等一下。哦，人体模特戴的帽子，然后是我拿到的，哦，你要拿什么？所以它是七分，对啊，六样，然后两样，有二等于四分，哦，哦，那我们还有机会哦，还有机会，哎呦，只有四分，来，那你们拿错的有，那你要解释一下来 ，T 恤一件，这是错的吗？错了，因为要拿蓝色的，所以扣一分，然后袜子拿错了，灰色，灰色的运动袜，然后拿手拿的白色的，然后。别针 ，OK， 我好像不是拿柜子里的球，对，不是要柜子里的才行。哇，真的你扣很多哎。三角旗，你要刚拿过来都扣光了，应该是要拿挂在墙上的盾牌 G 三角旗。拿到的是展示品旁边的三角旗。哇，那你们扣四，好细哦。你们扣四分哎，扣四分。好，但是也要看一下你们，也看他们对的，这样对的。好，所以黑色雨伞两把，一分。二球框三，哦，这个很难买。四五，没有五哦。六，对六个，错四个，两分，所以是人队获胜。丽莎太棒了，丽莎太棒了，丽莎太棒了。对，你有他无往不利啊。真的有丽莎都赢哎，真的耶。好。好，蓝队要吃东西了。哎呦，太好了！对，我们从最低趴数应该是我，哎，还有左左。哇，你们好低哦！六十五，因为你们都有赢过一次，第一关他们赢了。好，左左你先选。那就中间了。哎呦，因为我上次来实在是太衰了，一口都没吃到。OK， 好，我要他。孟哲，接下来我八十的右边。哎，帅！哎呦，许孟哲帅！哎呦。他应该算是公许梦泽，只要越帅选，就觉得越有机会。对啊，然后是越好。中间，哦，裴峰也是跟孟泽一起。哦，一个、两个、两个，哪一锅先开？啊，哎，谁先开？快啊！哇，不祥的预兆。我只希望是中间就好，不要低于中间。一、二、三。OK， 中间，中间。对啊，两锅一起，一、二、三。对，我目前还是领先。对，哇，好好哦，薯条，哇，食物会流口水，真的。哇，他吃30%哎。裴峰怎么样？裴峰，开心吗？开心，吃到东西。对运动员来说，那么这超难受的，痛苦哎。对啊，哦，这个香肠，香。香肠辣酱是泰式辣酱，对，没了。酸辣酱，他们的酸辣酱好吃。然后香肠是先炸过哎。香肠很好吃，对，香肠很好吃。我怎么不觉得我有吃到香肠？哦，这鸡肉太棒，这鸡肉太棒。我只有一点点。对啊，鸡肉太棒，而且这个皮哇好酥。而且你有没有看过有人20%-30%哦？五秒钟就吃完了。他真的好可怜哦。他真的很可怜。而且他刚才跟我说他脚哦，好像快抽筋了，好像快抽筋了。因为他们运动，然后身上都需要大量的能量。对，所以突然间叫他们不吃，对他们来说其实很痛苦。很饿。对。但也是上一次，下一次就不会再来上了。你不是一直说不来，你也一直来啊？会怀疑，会怀疑饿的感觉。各位朋友，我们进来新庄球场的里面咯。哇，我第一次来到球场的这个售票口上面这个地方，对，好酷哦！而且现在其实球场的设施，你看那美食街什么都做得很好啊。2:30球迷就可以进来，真的可以看球员练球之外，还可以买东西吃，就可以买东西吃，然后设备好，然后有很多的周边商品。然后我们旁边这两位就是漂亮的啦啦队员，孤芳安姐。来，我们让安妮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的成员柠檬以及珍珍，柠檬，珍珍。那现在我们的地方是我们的看台区，那我们有首创的环形舞台，它是一垒跟三垒可以连在一起，然后会全场的球迷跟我们一起互动应援。哎呦！我们呢在内野区呢有特殊设置了特殊的几个席位，包括是可以特别为投手加油的推动，还有呢我们提供了德式啤酒无限畅饮的。哇，这么好！德式啤酒无限畅饮，喝到饱。啊，留下来啦，待会留下来啦，是不是？后面捐掉，后面
的举动先掉。但中部看比赛没打到延长赛还生气啊！对，我少喝两局哎，现在看来看球赛很划算哎，太棒了。没错没错。好，那前面的美食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那这个呢是我们那个名字非常的可爱，它叫我们的意式牧羊人猪肉派。哦。那它是用我们的胡萝卜还有马铃薯泥，然后放在皮上面，然后进烤箱一起煮，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纯粹。哎呦。这夏天看起来就觉得夏天吃好，甜椒有节瓜等等，对，还有蔬菜很清爽，再来这非常扎实的鸡肉，这道菜厉害要来喽，它叫做细扁面搭香煎鸡腿排，左蒜番茄酱汁，这超难背的，名字也太长，细扁面，哦，热的热的，它的这个鸡肉有多厚？OK， 谢谢，谢谢，这个就交给我们哈，感谢辛苦了。到底要干什么呢？大家一起念。全体前往看台区寻获题目后，返回总部答题。答对可扣除其他机密球星硬币，并获得该球星代表哪位机名之资讯。现实内存活较多人之队伍。怎么越讲越小声？金明星球是什么？是谁？球星啊！球星。就是待会分配的时候，嗯，会盲抽自己代表的球星，盲抽，顺便完成分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谁就对。只要回总部答对，可以盲杀一位球星，而且还会告诉你这位球星是代表哪位金。答错要自拖一条命，但是会告诉你你是代表哪位球星。答错才会告诉你，答错才会告诉你，答对他就挂了，不会告诉你。答错就杀你。跟你抽那个人是对的还是敌对的，所以其实拿到题目之后答对是最大的优势，嗯，啊，你重点是要答对了，对，加油啦，就在这个区域哈，那线索应该会是在前几轮过后才会出现的，大家稍微动点脑筋，好，好，可以开放问球迷，好，各位加油啦，听哨音，预备，需要动点脑筋的隐藏精明大猎杀，究竟在不知敌我身份及关系下，他们要用啥战术才能赢得胜利呢？省北交锋的精彩内容，广告后马上回来。预备，走。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不晓得该去哪里？听说粤语这边。再问他们就知道了。来来来，棒棒酱球员林哲轩曾经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哪一队？哇！真棒啊！哎，我拿回来之后嘞，这不用问的啦，怎么会 ？OK。哦，要这个可以问的。曾效力日本职棒西武狮队、具有东方怪之名的球员是 B 郭元志。恭喜答错。答错，是最后一条命。你是吴金龙。OK， 那所以说，那我就 OK， 好，我走。我找到了，刚好座位。在何种情况之下击出安打会造成出局？球迷好热情哦！那个，我要答题，这个不用问，就直接答。对啊，富邦悍将球员林哲轩曾经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哪一队？红袜队。我是答对。还没吓我，还以为答错了。你要杀哪位？既然我抽到他，那我就杀林哲轩。林哲轩代表的是安宁，他是你的队友。OK， 好，好。你们有看到盒子吗？哪里？丢！开门给我！给你啊！先看，先打开。答案？真的？不晓得？对啊，你要去答题，那就打开。这很简单呐。H， 就直接回答了，回答了，对的。对哦，我怎么会不知道啊？我来了。在何种情况下击出安打会造成出局数 ？A。恭喜答对。
你要杀哪一位？萝莉。萝莉代表的人是真田，他是你的队友。好，在大家之中搞盒子真的是一件，什么？哪里？座位下方可能会有哦。镜头看，胡金龙学擅长的运动，这个好，赶快回简单呢。好，棒球游戏分板上的 R H E， 其中 H 指的是什么？安打 B。B 嗯，对。Yes， 我要杀蒋志贤。蒋志贤代表的是戴维峰，他是你的。一对哈，好，你讲。这边，哇哇哇！许梦真，哇塞，来不及了啦！我都已经看到了。没关系，孙杰士，怎样？我跟你讲，你要问我对不对？搞不好我们会是。我跟你讲，我们两兄弟天下无敌。对，我们绝对不要听信外面的谣言，说我们什么笨笨兄弟，然后什么答题都超弱。我们看一下这题，富邦悍将的总教练是陈金峰的。这问我就吃套啦，什么关系？可是我确定要跟你讲嘛。那我跟你讲，不论怎么样啊，不行呢，你也不能不杀我，因为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误杀你，我一定跟你讲你是谁。因为我有可能误杀，这是一定有可能。对对对，好，来，来，那我跟你讲，富邦悍将总教练陈连宏是陈金峰的哥哥，真的吗？确定？相信我，我不会骗人的。对，直接回答可以吗？富邦悍将。球员胡金龙擅长的另一种运动是什么 ？C 高尔夫球。恭喜答对。可以。杀一下火哥好了。张建民代表的是红军拉斯，他是你的队友。好。继续往哪对不对？我找到。我告诉你，我这个是跟孙协志确认过的。如果答错，孙协志，我就要去找他算账。好，这个富邦悍将的总教练陈连宏是陈金峰的，我答案是 B 哥哥，不是答对，答对，那我就来杀一个胡金龙。胡金龙代表的是绿茶哥，不行，他是你的敌对，杀光他全家。这是球迷帮我找的箱子，球迷告诉我的答案，我只是来回答而已。富邦悍将中哪一位选手曾经效力于新农牛队 ？B 林义泉。恭喜答对。他们讲的怎么会错呢？跟林义泉那么熟悉，那就林义泉啊。林义泉代表的是卓君泽，他是你的队友。而且我刚刚杀到队友。是这样。那我下一个就不能杀他。Come on！恭喜答错。对，哪有这样子的？要有礼貌。我的题目是2015年打破中职单季最多全垒打纪录的高国辉，答案是 A 39轰。恭喜答对。是。我要杀张建民。这只能盲杀哎，真的。张建民代表的是洪都拉斯。他是你敌对的，洪都拉斯，好像是我敌对的，杀对了，杀对了，再去打，再去打。好，第34届世界杯棒球赛中，中华队靠陈金峰单场双响炮击败哪一队拿下冠军？答案是 B 日本队。恭喜答对。你要杀哪一队？萝莉代表的是真田。他是你的敌对，杀对了吗？杀对了。OK。但是还没投，再继续啊！再继续。没有箱子。还不够。B 哦。我知道啊。B 好球啦。知道。B 嘛，对不对？你知道敌对是谁？可我跟你又不是同队。输定我是敌对。那你输到敌对，搞不好就是我啊！我这一队的。你们发生什么事来分享一下？这样可以回答。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他不跟我讲他是谁。如果我们讲他讲出来知道的他的队友，
跟我是同一个，那我们就是同队的。对啊，对啊，可是他现在讲不出来、啊。你跟他沟通没有用，那我们那我们你回去你离开你去找我找到新的角新的人。对，你走我们讲。你们哎，好夸张！来，我现在回去题目。请问连我阿妈都认识的王建民，在洋基队的球员背号是 C40号，恭喜答对，对答对了啊、哦！拿五杀呢？我每个都是好朋友呢，杀外国人好了。萝莉，萝莉代表的是曾田。哦，我认识他，他是你的队友。是哦，杀到对。曾田淘汰，曾田淘汰。我的。这样子啦，他肯定就会知道是我了。曾田淘汰，曾田淘汰。确实是你刚刚答错。曾田淘汰，我答对啊，你答对、啊。我跟你讲，我们三兄弟要自立自强。那我们这样子，为了以防骗，你也答对吗？我也答对啊。你也答对吗？我们把来，那我们一起讲出我们的队友，我们把彼此的资讯讲出来。我告诉你，我杀到的人，你们一定也会射杀，而且你们是不管他是同队敌。绿茶，绿茶嘛。那你再告诉我们家绿茶是什么？绿茶。吴金龙，吴金龙，那我们就先杀吴金龙。行，那待会就先尽量杀。先杀吴金龙。吴金龙不是你的队友。我刚刚杀了一个人，是杀到了敌人。那个人是洪都拉斯，他代表的是张建民。所以他不是你的，不是我的队友，他是我的敌人。我跟你讲，我诚信，我这个人是不说的。你们要把讯息分享。那我也告诉你，我诚信。我刚杀了林奕泉，然后呢，我杀到是我的队友。他是谁？他是卓君哲。那你要赶快去找卓君哲啊！对啊，可是问题是，我现在还要累积所有的资讯啊！我们三兄弟要卓君哲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啊欸，我们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对，我们这么多年这样下来，可是我们会不会现在其实都是敌人呢？不管不管，我们先知道一点讯息的，没关系。他们那边在干什么？他们在结盟，对不对？糟糕了，他们知道的太多了。那我到底是跟谁在一起啊？那我到底是谁的人？加油！艾比峰是我的对手，来去消化。正常情况下，哪一天职棒没有比赛？礼拜一。不好意思，有看到儿子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肚子有点饿，没有人看到儿子吗？啊，好，那边有一个是吗 ？OK， 加油！啊，就是全民帮找儿子。看一下这是什么？给我看一下。当对手将球打到林哲轩手背，已经知道了，我应该知道了。可以出哪一点题目吗？那个是最难的。保险箱。黑洞。最近有夯黑洞，应该是保险箱吧？你这有什么效果啊你？不要看一下，你杀谁？杀火哥。哦，火哥。红菇拉丝嘛。啊，是你的。对我。你杀了谁？我杀那个林哲轩。林哲轩啊？怎么样？你要问到林哲轩吗？你是谁？你是骗我？我没有骗你。你骗人。你在球场我有骗人吗？我没有骗人。真的啦。下列何种情况之下，打击者打出小飞球不会被裁判宣判为高飞第四球？答案是 A。恭喜答对。吴金龙代表的人是绿茶，他是你的敌对。是。OK。绿茶淘汰。为什么？我找这么辛苦。啊！我们做了什么都用错？那我们就对啊！绿茶淘汰！糟糕，我唯一的线索没了。等一下，我手上一个，我可以回去打。太贵了吧？你也太逊了吧？你会淘汰呢？啊？你会淘汰？这不是逊不逊的问题吧？这个是运气问题。想杀我吗？对啊，我现在要拿这个推你，杀我！这就叫做现世报，人家刚杀完人，自己也死掉了。正常情况下，哪一天中华队直棒没有举办比赛是星期一？我们练舞的时候，恭喜答对，没错，我要杀蒋志贤，戴培峰，
对，黄志强站对，黄志强。当对手将球打到林哲轩手背位置中外野，我会形容这一球掉下来就是 B 掉下场。恭喜他对，会打错啊。下一个，哇！张镇伟代表的是王仁甫，他是你敌对的吗 ？OK。安妮，不要走。去去。你刚刚问到我吗 ？You are my teammate。真的。我刚刚说我杀你的学姐，然后因为他是假气球，然后他刚刚跟我说了一件事，就当天不是红哥，所以红哥跟那个戴比方是我们的对手，是对手，对，所以戴比方我已经杀第二次，所以再杀一次戴比方就死了。好好好，来哦。在中华职棒规则中，以下哪一个状况总教练不能使用电视辅助判决？答案是好球 B。恭喜答对。那我就杀这个。刚刚有跟我们一起玩游戏，我对他比较熟。蒋志贤代表的是戴培峰。戴培峰，他是你敌对的哦。好，戴培峰队友。我找我的队友。你在这，你刚在这来，来一下，来一下。戴培峰淘汰，戴培峰淘汰。好，喂，下班了吗？我下班了吗？下班了。志哥，嗨。答对吗？有。你有杀人吗？有。你刚干了什么？我刚答对两个。跟我有关吗？你杀两个是同一个吗？不同的。一定有我，你才会误我。戴培峰淘汰，谁？戴培峰淘汰，戴培峰，你们怎么忍心杀他呢？他连规则可能都还不懂。我又来了，我抽到的题目是：台湾哪一位球员曾经效力过韩国职棒？王维忠，答对吗？恭喜答对。Yes Yes， 好。我告诉你，现在厉害了。刚刚我跟孙协志聊过天，他刚刚杀张建民，然后是洪都拉斯。姑且先相信他讲的话，但我还不确定洪都拉斯到底是我的队友还是敌人，所以我先不杀张建民，因为有可能如果他是我队友的话，我可能就把他杀了。那我来杀一个尼福德。尼福德代表的是潘慧如。潘慧如，他是你的。他没有杀到人呢、啊。题目说是他没有杀到人。好，先秀一题目对不对？请问中华队曾经在哪次奥运中棒球项目获得银牌奖项呢？答案是什么？巴塞隆纳。B。恭喜答对。好，高了，快。死了这么多人呢、啊？尼福德。尼福德代表的是潘慧如，他是你的。接过奖，好，给你过，给你过，加油！潘慧茹，你这个脸一走过来，我就不相信你啊！那你到时候被人家杀死，你要怪我。好，那你说，我，你现在有没有回去了？我回去两次了。我回去两次，那你都杀谁？我都答对，你先说嘛。我也都答对啊。那你刚，你叫我，你先说。我跟，我跟你讲一件事。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讲同一件事情，是吗？快点，我跟你讲，这样的，我们两个是队友，我们也是队友，你也是队友，我们也是队友，你是谁？尼福德，我也选尼福德，所以你杀两条命，所以你是尼福德，再一个人杀你，你就挂完。尼福德代表的是潘慧如，潘慧如，他是你的队友。啊，好，那我现在要去找潘慧如，他不会的吗？太危险了，王道，赶紧跟他讲一下。不是，你千万不能去捡到尼福德，你会杀到。对，你懂吗？那你刚杀了谁？你刚杀了谁？我们要。你是白痴，我们要帮你呀、啊！我们要帮你，你是白痴，你不要走啊！你刚杀谁？我们要帮你杀别人呐、啊！你杀快一点呐、啊！我刚杀了一个人，叫绿茶，他死了。那我也杀他。红都拉斯，快点！红都拉斯淘汰了。我告诉你，我又来了。这一题我差一点答不出来。来，明星棒球队中孙协志的守备位置是，大家猜猜看是外野手呢？是 B 吗？恭喜答对。Yes。
好，我要杀谁？我要杀这个。火哥。张建民代表的是洪都拉斯。他是你的敌对的。洪都拉斯淘汰，洪都拉斯淘汰，前面还是你的敌对。一定是你对不对？啊？一定是你对不对？是我啊，前面的人呢？不同世界的人不要讲话啊！不同世界的人不要讲话啊！我怎么都不怕，我已经死了。你先不要讲话，把你挂了。你已经死了。你让我死都死不瞑目。是我杀的。现在呈现是一个茫然的状态，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杀的人。我也还不知道我是谁，对。可是你们不能这样说，有人连玩都没有玩到死。谁？谁啊？我觉得是从头到尾最惨的一个人。其实是运气问题，真的。你这个就只是纯粹的运不好。好，运气不好。我们现在看到有六个存活者。有四个是已经被杀掉的了，就是那四位。张建民跟刘丽是同队哦。啊，所以这队一次。好，那你就是他们那队的。是两个，不一定，不一定。还有机会，不一定。找到平手。吴建龙是绿茶。吴建龙绿茶，他是绿茶。哦。所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重要哎，所以下来了。关键。蒋志贤是洪都拉斯那队。对啊，我们三个认识三个，那等一下，所以跟绿茶同队的赢了，对，变成我们这边现在不知道谁是跟他同队。Yes， 我就不信陈金峰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再选雷达。林奕泉、卓君泽都帮不了。林哲轩、安妮跟陈宏文、孙杰志。对啊。我是陈宏文，是我们的。是哲轩。啊，结果你知道我在一阵惊慌失措当中赢了这个游戏了。耶！变现游戏的，真的很运气，真的。杀掉我的吗？我们几个人，我一条啊，没有，因为我问裴峰，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我对手，就我就问他说你杀谁，他说他杀你，然后他就诚实的跟我说你跟他是对手，所以我就把这个资讯传出去了。哇塞，还不错，真的很诚实，好了，最厉害的就是先杀自己，所以恭喜我们这五位，耶！恭喜。这个绿茶这边，没想到哎，今天跟绿茶好像都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谢谢。好，所以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最低的会是鞋子，哎呦，鞋子今天应该有机会获胜哦。来，鞋子先选中间的，你这么阿莎莉哦，最高就最低。我第三关这样子很阿莎莉的选右边，对，30%，胜选，信了啦。信不信他？中间呐，中间呐，相信我就赌你这一次是高的。好，再来是60的左左。我吗？对。那我还是选中间好了。OK。好，安妮。那我选左边。好，安妮选左边。安妮已经快要下去跳了。我也要分数，你选那边就不会赢了。这单冠军8000元。对呀。真的。你要跟他分开。那我要分开。好。那我跟安妮一样。恭喜了。绿茶侠，绿茶。绿茶侠是没机会的。其实我给你啊。对啊。好，从这边开启。好，数到三，一、二、三。哇！哇！等一下，新手运35。35。你如果5%，他就赢了哦。对，有5%。你要知道，这一波是许梦哲刚刚选的。我觉得问题不在我，问题在你后面的人。对。我问你，运气强给他。他其实运气还不错。啊，一。二三，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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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好险！你打开我压力更大，对，负负得正嘛。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吃饭了，真的，这个也是你的，前面也是你的，我拿90，对，请用，请用，我拿90，直接拿去。他嘴不太好，那个咸派感觉很厉害，那里面肉的好扎。这一定要先吃这个啊！给他那个烤鸡蛋。上面放了那个红酒醋，很好吃哦，放上面扣，好好吃哦。你看整个那个蔬菜带点甜甜，再带点一点酸酸的，蔬菜加杏鲍菇，厉害了。然后因为那个酱很好，对不对？戴培峰很好吃哈，很想吃，对不对？他真的快饿昏了，他又没办法。他想拜托你们赶快录完好不好？对一个19岁的运动员来说，他的体力最旺盛、最需要补充热量的时候，叫他一整天不吃东西，对啊，真是要他的命。好，所以呢，今天最后恭喜孙贤志可以进入奖金挑战赛，恭喜！
我了。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峰哥又出现了。对啊，峰哥要代替我们把关奖金。哦，峰哥当关主，要用峰哥不难。OK， 进行16风格奖金挑战赛，桌面上有20张牌，然后冠军随机选16张贴到16风格的板子里面，两人轮流翻牌，采灰烬累制，里面都是什么安有安的牌，对两张，对两张，三两张，全雷打出局，单出局，然后最终冠军得分较高。就给到哦，这我就不信陈金峰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在全雷打。这个峰哥想帮你拿奖金都帮不了，所以你可以选16张过来，好吧？来，今天峰哥全雷打是你受贿，对不对？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你等一下最棒的状况下就是翻到三振，然后双杀，那这样孙协志就可以拿奖金。现在是逃城，对不对？没有啊，在守备没有，我们是打击，就是打击，都是打外扬，大家都是打击一次，对对。他好认真的，不想让我拿到奖，真的。OK， 来，一个我先哦。好，出局，出局，出局，第一个就 out。好，来换峰哥，帮我们选一张。哇塞，一雷安打，安打，一雷安打。所以呢，这边哦，已经一雷有人了。来了，孙杰志。太帅了！哇，真雷安打！哇塞！接下来，峰哥再帮我们选一张。出局，太好了！我只要再安打，就一定得分。对。三垒打，三垒应该垒上要多一点。那这样子一分。三垒有人。然后三垒要再一个人。对。哇，不错不错。三垒安打，再一次三垒安打。全垒打。全垒打。过两分，这样子，这就回来了。全垒打王，有必要守成这个样子吗？好，现在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嘛。一人打，那这样就推进分。平手，平手。对，好，峰哥把出局都抽走。哇！三垒安打，一二三。哎，你要不要连玩这个都这么强啊？50-50啊！来，学志。哦！没有没有，还是一垒，还是还可以。反正我要看谁得分。哎，我觉得我好，二连打，得分了。然后这个呢，一二三分了，然后三分了，还有六张。全垒打，全垒打，两分，轰啊！2分。4-3，好紧张哦，这个比数。4-3。一样三垒安打，有没有那么刺激啊？好，现在呢剩下四张牌，到底孙协志今天有没有办法拿走奖金？只要私信给我们的小编，你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奖品。应该是三垒安打。好，协志，平手哦。一垒安打。哎呦，可以了，可以可以。哇，我觉得有上垒，我机会渺茫了。剩最后两次，二垒安打。还有来一个二垒的，要来一个全垒打。全垒打就超前，你超前一分。对。可是应该没有全垒打牌的，我觉得应该没有。剩下的两张牌的确还有一张全垒打，究竟协志能否选到他追两分逆转呢？全垒打就超前，你超前一分。对，可是应该没有全垒打牌的，我觉得。二垒安打，哇，没得分。3垒有人，现在是13垒，那就没啦，那没了。对，那峰哥要再翻最后一张。全垒打完全是连在一起，单场两支全垒打，好了，所以孙杰志没有把奖金拿走，可惜呀！我是觉得今天这样有点呕哎，输给他 OK 了，就像我投的第一球可以让他拿全垒打，我也觉得光荣啊！你那是人生记录哎，我有投球给陈金峰打过全垒打哎，那会写在我的维基百科里面。好了，很开心啊，今天就是算是玩得非常开心，对啊，我真的谢谢峰哥，谢谢。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那么好看的饥饿游戏下周见，拜拜。
接下来也准备来进行我们的开球仪式，那也邀请我们这次担任投手的孙协志来，请我们就投球位置，来请我们的孟哲担任我们的打者，主审是我们的仁甫。现场球迷要邀请你们一起来倒数，全场倒数三、二、一，请开球。也是个这好球没关系，打中才是好球。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再次掌声。